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度法丙组联赛。粉红色波衫是延续梦想，对上绿色波衫暴青联。回传给龙门，斩翻出来，但这球失误是被中场球员拦截成功，再转身一射给了前锋何家伟成功入波，1-0。看回慢镜了，龙门就解为失误啊，被中间中场球员头槌顶翻俾中锋啊！讲紧系何家伟冷静啊，因为左脚转身咁样射咧，都考个平衡力嘅。继续分到过嚟右手边，陈胜业过咗一个再射啊！呢一球就射得太正中，龙门就飞扑成功啊！延续梦想，左路位置开一个角球。左脚仔外弯波啊，空晒噶尾柱顶得中啊，不过咧就擦边而过。讲紧顶波就系42号徐元泽，龙门再开一个界外球，徐元泽左脚 high 到个波啊，左边冲过嚟何家伟再度射成2-0啊！龙门再一次嘅失误，造就何家伟射成2-0。谂住斩啊，斩去左手边嘅球员，但系斩咗个地波。咁最后何家伟成功把住射手本色，抢到点之余仲要入埋波，2-0。暴青联嘅攻势咯，王上浪俾到中间，梁家南转到身，左脚一吸，右脚一射，有摸呢球冇就奇怪啦。零号仔邓友兴门前成功 tap in， 呢球要赞就系梁家南啊！俾到佢时间转到身吸返嚟右脚啊，虽然呢球系想射嘅，但系射唔中目标，左边仲有个邓友兴喺度帮队友執雞，2-1。延续梦想，左路有个罚球，哎呀呢球就射得曳啊，諗住射返龙门嘅左手边左上角，但系就太大力，罚球暴青联呢边都有，20号戴日贤射个地波啊，但系人墙已经封晒位，暴青联向前掉个界球，陈浩然拦截成功，俾到前面陈成业，俾翻黄浩林，再俾翻陈浩然，依家组织都靓嘅，斩入去，顶就顶到啦呢一球，徐元泽，但系就顶中柱啊，弹翻出嚟。第二球投取攻门啊，两球都系无功而还。咁上半场2-1，延续梦想领先。下半场亦都随即开波啦。第一球嘅攻势延续梦想左手边37号仔陈胜业推大位，右脚一射就射得太中间啦呢球。徐元泽俾到左手边黄浩林背身拎翻个波。弹返俾后面嘅徐元泽，右脚斩向前面啊，头槌解围不远，陈成业拎返之后再射咯，迟大啲球就连笼都唔中啦，已经系第二球推大位射波㗎啦，梁家南俾到严志坤，后脚一漏俾到20号仔大日贤再射，呢球龙门反应得快啊，呢球要赞一赞龙门啊，反应够晒快，开个角球，卢振峰清走咗个波，但系王上朗亦都向前清啊！最后小禁区内一轮混战顶入波嘅就系4号仔严子坤啊！呢球感觉上入波都系比较乱啊！睇翻个重播，王上朗中场拎到个波亦都唔乱嚟啦，向前直接清。咁中间有杨恩杰压住一个防守球员。最后喺一轮混战之间见到有位置摄入去嘅严子坤头槌顶入，暴青联追和2-2啦。延续梦想解围失败啊！严子坤拎到个波再射啊！呢一球射得行嘅，但系就唔中笼啊！呢球就俾到严子坤唔少空间去起脚。徐元泽爆落左路 cut back， 中间何家伟第一时间唔射，左脚一弹再射嘅时候呢一脚就踢 Q 啊！射波球员是73号黄浩林，继续延续梦想左手边的界外球，陈成业拎到个波，后脚一过，
同徐元泽做一个配合 one two， 去到小禁区嘅位置，但系起唔到脚啊！呢一球要站一站翻嚟回防嘅严子坤啊，食住陈成业个位，令到佢起唔到脚。严子坤谂住俾钱啊，但系成功拦截之后，陈成业中间就自己嚟咗一过三之后，再分到俾左手边，再射嘅时候就龙门左嘅一身，输个角球啊！射波嘅就系何家伟啊，有路角球斩入去。顶翻出嚟啊！右边 K 角位再俾落去 ，cut back 再射嘅时候就有啦呢球。黄浩林喺小禁区嘅位置，冇人看管嘅情况下射入3-2啊！呢一球开出嚟都几贴门嘅，但系后卫假为不远啊！最后 K 角位俾延续梦想球员拎翻个波，最后亦都系用咗三个短传嘅形式俾到中间。王浩林成功射入，放个长嘅俾赵子杰同王浩林斗追啊！最后王浩林拎翻个波，俾到中间徐元泽转到身，睇定再分俾左手边冲上嚟嘅王浩林 ，K 角位左嘅一射，呢一球就射咗去戴日贤嘅身体，分到俾左手边徐元泽。睇定啊，推大位射一脚啊，但系呢一球 block 到之后就输一个界外球，球证亦都同一时间吹响全场鸡声，最后全场延续梦想3-2击败步青。